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人资讯网竞价推广视频。那首先，什么是竞价推广？竞价推广是我们华人资讯网新推出的一种广告形式，它主要是面对于商家点评和华人论坛各个分类以及板块。那它与其他的广告形式有什么区别呢？一，它展示不花钱，只有用户对您的服务有这样的需求，或者说是对您的服务特别感兴趣，他进行点击，您才会进行收取一部分的费用。第二，您可以随时调控您的价格。三，竞价推广，您可以随时监控您的广告花费，并且您可以在自己的后台随时停止、暂停您的广告。不管您的企业性质如何、行业领域如何、发展状态如何，竞价推广都能直接提升您的投资回报率，使您的企业一个突破性的发展。精准客户群、超低广告费，您还在等什么？